是的，谢谢关注的，谢谢关注啊。又看一下后排、啊，想看一下后排，私人号叫什么？大奖是我，大奖就是我。粉丝团也有他啊，主页也有他，自己去找一下就可以了啊。这个不会被赶出来的啊，你十一路公交车过来也不会被赶的啊。我们又不是什么想看一下后排可怕的企业 ，X 的 X 哎 ，X 二的后排就是这样子的，看到了吗？330现在没有现车给你看哦，330的330现在没有现车看啊，没有现车给你看。谢谢分享了我们的直播、啊，谢谢分享我们直播，大家给我们点点赞，点点关注好不好？哎呦，今天我要求不高了，这个、就20000点赞吧，这个赞都上不去，天哪，朋友们，点点免费的赞，嗯，免费的关注，你们不给我点，是330是很好，但是他没有车，没有车，但是你可以订车。后备箱肯定坐得下呀，肯定坐得下。是因为管理员哥哥没来，他不知道，真讨厌。对，想要预约我们小蒋看车或者试驾都是可以，点点我们的小风车330或者私聊我们都可以的。行呀，你去别的店看看330吧，好吗？330我们店真的没有现车给你看。谢谢你们的关注，谢谢啊，谢谢你们的关注，哎、啊，给我们点点赞吧，好吗？点点赞。对，我们的 X2 也是去年刚刚才国产的啊，我们 X2 也是去年才刚刚国产的。换套逼真，下赛道马上性能车了，而且下没关系，你买了那个车，你想怎么换都行。是的，啊、是的，都行。然后我们店也提供一些改装件啊。对的，可以了解。到时候你过来买车的时候，你可以了解一下，我们也是可以的，没有问题的啊。对啊，他跟我们是集团店啊，我们是同一个集团旗下的两家店，就是同一个集团的啊。就是你可以对比一下。哦，对，我们店是南宁悦宝秀香店，在秀香大道108号啊，金源城的一个金源城对面，狮山公园的狮山公园旁边，再往上来一点点、啊。这台车是 X2 啊 ，X2。这台是 X2 啊，对 ，X2 是的 ，X2。为什么想看后备箱？后备箱肯定是足够的，就是 XUV 啊，是 XUV、没错。后备箱够啊。这进来一台什么？是什么车？武士吧。6GT。6GT。嗯。6GT 摆进来了，朋友们，你们想看6GT 吗？等一下，他们在弄住先。迟一点啊，迟一点可以看一下6GT。6系 GT 哦，六系 GT 有现车，白外干衣色内饰的。之前老有人问啊，六系 GT 他们二手车在这里搞来搞去，那才是二手车吗？不知道耶，也有可能啊，也有可能。这是二手车吗？哎、yeah, ，是新车，新车，六系。宝马出六系啊，就有六系 GT 啊。等一下我会带你们看的啊，我们从来都没有看过六系 GT。等一下，稍等一下、啊，从来都没有进来，很少进来了 ，GT 很少进展厅的啊。6系 GT 的一个现车中配的、这个是我们的。等他们弄好先，然后带大家去看6 GT， 即将它要成为我经常坐在上面的那台车了。有二手的 X3 吗？二手的 X3， 你说哪一年的 ？iX3， 它才刚上，不太 有，可能会有。电车优惠很大的，为什么要买二手，直接买新车啦，直接上新款啦、对不对？对啊，他那个电车。